人在微末之时，宛如落叶，命运飘零，半分由不得自己。国公府容不得这种落叶。不过阿离，你来日方长。主君，早膳备在厅内了。娇儿娘子，请。司徒娘子呢？走了，我院子里不留活人过夜。那，你睡死了，不算。快吃吧。爹，生煎好了。小心点，好烫好烫，没事吧？姐姐，好烫啊！啊，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粥都快凉了，好了好了，过来吃，快吃吧。你的粥要凉了，怎么，请你吃个饭，感动得要哭了？我哪里有哭？食不言，寝不语。爹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好香啊！你吃吧。我吃这个。尝尝包子，尝尝这个包子，早上府里的人特意出去买的，专门。苏国公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二娘子，你来的这么迟，我以为你不敢来了。怎么会？赌约我可是放在心上的。那就好。Thank you.
这三娘子在里边待多久了？一整天了，饭也不吃，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得打扰。蝎毒针是银针针尖蘸上蝎毒所制，用于针灸会出现幻觉，如果受针者承受不住，就会彻底陷入癫狂。我姓司徒娘子。你信我没有用，你得信你自己。若是一会儿你受不住疼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明白。再去配一副药，若是他开始抖了，立刻叫我。好。哎，放这儿，你放那边，那个高的，对啊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那花金贵。你过来，放这儿。爹，这我赢了。没想到，经过灵儿的指点，你进步挺大呀。什么叫经过他的指点啊？明明是我天赋过人呐！你说的没错，明明就是你天赋异禀。二叔母，灵儿送这么多花呀？是啊，这花开得正艳，最适合你这儿。灵儿，二叔，来喝茶。这个我最喜欢。哎，就知道吃。灵儿。你带着我家瑞儿成长，让我很是欣慰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不长进的还能进宫受礼。我的好侄女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对呀，李儿，这个事儿啊，真是多亏了你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你们这么说，我怎么敢当啊？你们三个，非要这么虚伪吗？将军瑞，干嘛？夫人，怎么了娘？夫人，你怎么了？你老药怎么了？你的老药，你的老药。夫人，你快过来，我给你按一按。别动！哎呀，夫人的。疼。走，快快，我看看是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陛下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了，周艳邦要找你换婚约呢。周艳邦啊，自小被宠坏了，做起事来想一出是一出，毫不顾忌，不用当回事。宁远侯都把他关禁闭了，他们家这几天四处做法，要把这事儿给压下去呢。是吗？不过嘛，这也是因果报应。谁让当初你刚去真女堂没几天，大伯母就着急忙慌的，让江若瑶代替你的位置。光天化日，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，成何体统？
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要问你们呢，大白天的在人家这儿打情骂俏，像什么话？大哥，我是腰扭了，想让袁平帮我疗个伤。老腰扭了，你们这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所以，我这老腰劳损过多。大哥，快帮我揉揉。快去！哎，大哥，我来帮你按一按啊。精锐这次在碎石中夺魁，夺魁了离儿的指点，我们两个就是特意过来感谢他。